第一关就这么难的吗？感觉好难啊！不仅是要踢，然后还要在空中花式比心。哇！但是呢，我不要求大家就像成龙大哥那样回旋踢啊，就是你这样助跑，然后能够踢到那个模特就行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有高速拍摄大家的表情管理。是的，同时我们在出发之前还有一句规定的台词。这句台词是指着这个人说：“放开我的女人。”这确定能看吗？哎，在这儿放开我的女人，然后踢过去。能看吗？可以啊，就是你一边踢他一边给你的女人比心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概念。好，各位要做好准备了。我们首先要这一轮的挑战的两位男主，他们分别是王大陆。大陆刚才非常好，大陆第一秒钟就听懂了规则，他刚才一个问题都没问，还有一个问了很多问题，但他不见得能听懂的秦霄贤。哇哦，好期待！大陆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我是吗？加油啊！好，听不听得到？好远啊！来准备啊，台词啊 ，Action！ 放开我的女人！接受到心吗？我们花花点评团，哇，三个女生看得非常非常满意啊，是不是？好帅，我觉得还不错，男友力爆棚，特别干脆利落，一气呵成。对对对，请问呀，你们要把他前面的那个准备的动作纳入评分吗？为什么呢？就是撸了撸袖子，提了提裤子。对，那个是精髓，是吧？小耀有纳入考虑，我们来看一下高速回放，来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哦哦，双脚是双脚腾空踢的。好，突然想到还有件事没做，对，开始找心。好萌啊！这个我估计有踩中我们花花观评团的心。好，下面没关系，这是我们第一位选手的表现，下面是到我们的老秦。来，秦霄贤，你要不要带上你的扇子？秦霄贤加油，好好表现哦。我可以，我看着你哦。放开我的女人，一二三 action。秦老师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等一下，再给一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好六团，好六团，都是自己人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他这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他叫放开我的女人，我求求你了。不是，他这个叫做放开我的女人，给大家拜个晚年。我想说，秦霄贤哥哥，你真的是外卖员敲门，菜到家了。哇，这忍不了，忍不了。他在用谐音梗，他在用谐音顺口溜 diss 你。真的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你不说 diss 我吧。好，我们这个先攒着他那个啊，来一个成功的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男主角不能受伤的。对，来来来来，秦霄贤，放开我的女人！
帅了帅了帅了，还是帅的，而且好高，你把他帽子都踢掉了，他跳得好高。我想用我的爆灯权力给秦霄贤哥哥。哇哦，还没看慢镜头哎，可是我刚才看到他跳起来了。台下看完，台下看完，哎，王大陆很不开心呢。大陆哥说他连那位大哥都没踢倒，怎么就为他爆灯了？别的两朵花还没有点评就爆灯了。来，先看一下刚才秦霄贤的这一段精彩的演出，来，请看。哎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好高。哇！心呢？哎，你的心呢？哎，没心呢，心呢？哦，这其实他在这儿呢。再咱们再倒回去一点点，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，倒回去一点，看找一下心有没有找到。看，对对。哎呦，好啊，来了来了，心在哪？呀！你看看看，对。在这儿，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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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心好心酸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好细节的爱都在细节里，在这里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